我们其实前面一会儿呢就要到卖我们牡丹花圃的地方了。哦，牡丹花就是好像他们的甜品必点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刚刚我跟你说的，应该要一会儿再给你吃完汤之后，我们再来一道甜点。好，就是饭后甜点。对，我们想要来一点这个牡丹火腿。你要多少？可以先给我们剪一点品尝一下吗？对，想先试一下感觉，尝尝看。哇，红色的。对。嗯，有牡丹的味道，好像有牡丹香。有牡丹香吗？嗯，我闻的时候还是有牡丹，而且好甜哦，我好喜欢哦。你可以再尝一下这个黄色的。嗯，吃起来我觉得一般来讲吃这种东西应该会粘牙，我完全没有。哎，没有粘牙。嗯，那我们来一点好不好？好，必须要的。今天我们的饭后点心。对，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我觉得来到洛阳一定要吃到我们的这个特色，吃起来就非常的赞不绝口啊！